自驾车技术再进化，靠手机就让汽车奔驰。车子越来越数位化，它就像是一只手机在路面上跑，突破隐形 A 柱盲区，让死角无所遁形。屏幕的周围有个亮的，是一个很温柔的提示，可以看到外面。AI 自驾车智慧再升级，周六晚间10:56，七观点。